头发应该是要随性的弄大蓬的放下来，做一下疯婆子啊！你说现在啊？就浪漫一点，对对 对, 对，因为老是把自己弄得很规矩，你知道吗？好像是钟楚红随性的走在海滩，先往前，先往前，往前，往前，哇塞！钟楚红在沙沙滩抓一抓，整个拨一拨，对，有有，这样吗？好了，好，这是实验文吗？还是侠客啊？很像以前那种日本的后宫，日本的浪人呢？日本的写真女星。好了，算五官很漂亮， 对，很清秀。各位妹妹，你们要不要坐好？因为林文要坐。你竟然带起来老娘看看你新闻是什么？注意，各位观众，坐稳了，坐稳了。来，我帮你拿鞋子，这个鞋子感觉我要看了，我先帮你们看一下。啊，期待！维琳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你让 S 看一下哦。哎呦，好可怕哦！你那个先给我拿掉。什么？那个放大不行啦，这样我会看不到。不行啦，你这我们游戏规则就这样。这样不公平哎。对啊。S 先不管放大片，其他部分怎么样？很阴森。对。像鬼吗？很阴森，真的。眼袋非常的大。那是卧蚕啊！下垂，那是卧蚕。他很适合演日本的鬼片。来，镇定一点，一个人一句好不好？来，伟如先来。我觉得就是没有之前那么亮，很暗沉。你还敢讲我？你痘痘那么多。停得住！我们节目也要这样吗？停得住！我觉得好赤裸。是你不要惹我，我看田伯鱼，没有，就是他的眼睛看起来很吓人，就觉得好像是被打过，因为就是那个眼睛真的到这边来。你们现在说严重吗？可是那卧蚕看起来，你们现在有秉公处理，还是你们现在发没有？我不爱吃这种的话，他没有秉公处理，其实他发脾气，没有秉公处理，因为他其实并没有眼袋，他那是卧蚕。可是我这边看好大哎。喂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我可以把面具拿掉吗？伸也是一刀，缩也是一刀，随便啦。林文琳小姐哦，卸妆完毕。卸完妆之后，林伟琳差异不大，我只能说那些打漏乳杆菌的钱真的是没白花呢。看吧，是真美啊。而且我觉得她比化了妆年纪看起来小，她真的，我就说嘛，哎呦，大片要拿掉啊。可是你啊，对对，等下放大片，放大片，放大片，放大片。哎哎哎哎哎，好，这件事情让我决定好不好？因为我跟你讲，上水杯拿掉它。对，因为真的你看起来很漂亮，所以你拿掉不会有问题的，不要担心哈。没关系啊，只是拿掉看起来比较老而已。拿水杯来，但是我觉得它这边看起来有一点暗，有吗？很暗沉，对。所以你自己知道吗？我自己知道，我这边很暗沉。因为我们近看就不觉得暗沉，然后又过敏，就眼凹那边了，也天生。来，S，你掩护一下，我们要拿掉眼睛。我看，其实只要不要有眼屎，其实还好。嗯，他保养的真的好，而且他演出的颜色，我跟你讲，他真的不戴比较好看。我也觉得他比较像换外国的感觉。对，为什么戴比较漂亮？年轻，不是你戴了之后根本完全没有人性在里面呢，就感觉是阴森的怪胎。我不要当人呐，我要当吸血鬼，没关系。可是你现在就是一个漂亮的女生呢，只是嘴贱而已。你这个人味出来了。我也已经把放大片拿掉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他们评价很不错，所以不要担心哈。一二三，哎呦。你这灵魂才出来啊！你刚刚是没灵魂的，对啊，不用担心。真的，戴起来真的太阴了。不要再戴那个了啦！可是你扣桃好严重。什么东西？对，我也。然后有吗？我觉得这还蛮好看，而且它比我想象中的矮很多很多。你现在是要发动攻击？眼看时间快没了，赶快发出去，是不是？因为本来就不高。有点讶异，它其实是。很矮个子，我个儿不高，对，而且他现在还穿了高跟。这个跟我想，这跟我想的不太一样，我以为他是高的。对，可是漂亮啊，就是安吉丽娜·裘丽。这个如果去面试导，很多导演会选拍电影。可是都是坏女人啊。不会，现在不像坏女人。只要你拔掉隐形眼镜，对，只要你不要化妆，眼色很漂亮。所以大家现在你们是要跟他和好了，是不是？没有啦，其实还是。
你那个距离看怎么样？我这个距离看还不错，不过我要建议他哦，不知道黄医师认不认为？我觉得他因为可能是他肉毒打太多了，他现在的脸型其实他的两侧真的凹太进去，然后导致于他的额头这一块变得很大，有点像电灯泡。所以今天他会是最漂亮的吗？我们撇开那个品性部分不讲，我觉得今天他可能不会被选为差异最大的，他不会。恭喜你，韦林锦瑟。到了后来，结果最他最多的是哎，你们自己讲哦哈。韦如有另外四个人当中差最多的是，另外五个人啊。我只能说我投小蛮一票。小蛮一票。但是什么？我爱你，真的。啊，小蛮，你看呢？另外五个人。好吓人哦。我说这样投票很吓人，紧张恐怖。好啦，是我啦。OK， 钱柏宇。哎呦，对不起，好不好？这还是很可爱的。三票，你再一票就压倒性的胜利哦。嗯。来，立刻 make 吧。我投韦如一票，因为我觉得夫子啊。你是很怕小蛮当冠军，对不对？不会，小蛮关系还好。OK， 夫子。心灵。我投小蛮。好，五票。像男生，像女生。可是一看就知道是韦如啦，他痘痘那么多。我真的有公布好不好？我们大家好不容易接纳你，你真的他们在乎友谊。啊，今天冠军是小蛮，恭喜你！谢谢大家，辛苦了，不好意思。谢谢。还是吃了两顿大好的。介绍给客人使用。坐飞机的时候就需要你们的生活舒适清洁。球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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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飞起来了。好的，感觉你也很想玩，就试试看。来，我看这框装飞起来。哎，真的很舒服。明天晚上10点，中天综合台。